我是来这个，你说我来这个啊，坐着吧，坐着门这吃瓜子吧。啊，我那坐着吃瓜子。那谁没在家？哎，谁没在家呢？赶紧不要东西去后边看猪了，再不要在家了。是啊，他是去看猪了，那爹，他还有俩。我是这外地，我来了。过了春天你也不出来。过年了，我是来了这外头的，我是那啥的。吃个瓜子吧，以后还都来了。啊。养老的呀，哎，去后边看猪呗。对。哎，不是，老爷爷，老爷爷，这个你把这个往谁留了？你是老没了？啊，是老没了，我留着，我留着。我说娘，他听命，我说真是看猪呗。我留下你吃个吃个瓜子。坐着，坐着。你成天一直把你忙的。哎呀，忙啥不忙？就是过年了不忙，成年在忙，就是过年不忙了。啊，没啥的，也没啥大事。没啥大事，小事也大事。有啥事了说吧。嗯。摘不摘是得得，你说人家不说是不摘的，这一说都得都有点创口啥的。说啥呀？说有啥？啥事？嗯，我说你看，俺别有的说，你看我说人家他能说个人，嗯，也有托我说看见你这条件也不赖，也长也不赖，家里挺好，你等会儿又摘。你忘了，你忘了，那就开在城里了，人家才愿意的。你叫我一叫你这一问问呢。哎呀，你忘成天麻烦了，我挺摘，条件挺好，都是个庄稼主能差你的。我这跟王一平说对不？还。哎呀，这个在听人家了，再跟他都说的我，这时候说有点早。我这个孩子还也不小了，嗯，年年的成的小有点高了，你看。哎呀，他高啥呀？没有，小一点高。那一位没有家，他上小的那高嘞，人家没跟我说过，人家高，人家不跟我说。你看上小，你看上小，人家得说对我呀，你说那个，俺有了那个结婚的还能上大小的，能给能上小嘞，那都不成的我嘞，你给成的我嘞。成吧是成，成我叫没成上小的。伢这个伢也不赖，长眼挺真，我还得给王一腾说说话。别的嘛，我也不管他那么些的，这不是不是别的。那可别，人家正在说，没都是自己在说，人家哦，廖冰冰啥，人家谁不找这个麻烦？哦，是呗。人家又从啥又不从俩，人家不是找这个事，但是现在咱今天不是别人啥呗，可别。人家那不嘞，人家这个说哪块说没，人家又说人家不是自己了，人家洗洗吧，人家也不跟你说了。可嘞，就是人家也是上校嘞，上校吧，我家俺家又开始在这又不嘞，俺愿意要给他提提说说。我说行了，叫你说说吧，嗯，都不是不介意的。他这说呢，就是说我给上校的不打路数。不是，我讲我家孩那个正上校的，慢慢的听二年了，他就得上二年。嗯，你慢慢好像不是变化都是大的，你这时候成个定个了，万一这个不改了，把这个当个了，那个不改把那个当个了。你就说那个不改成不改不改是。不给他也不闹定，也不给他是个朋友，给了他都是一家的，一家庭的，是呗？嗯，这先这时候的先不敢说，现在还一个老妹子不说的我的，不说的我的。对，那对不对？你姐姐你这天看看，看看你有啥样？姐姐。啊，姐姐，哎，我姐姐，我姐姐这的，姐姐这，姐姐这，你看你结了吗？再都成，结不成，再不成，那那这。我姐姐，可不好。你得别商量商量，放你到海住。要还开间相中也得。哎呀，相中我说吧，实际上我说成心我娶妻是娶妾，不能看外表长得好看难看，只要贤惠都摘，懂活贤惠都摘。你听我，这是我摘了，吃苹果还。你别买了，吃苹果摘了，你摘啥似的？不是，是我摘成还吃苹果。别开掉这个臭皮。咱还这啥没钱了，还给你摘。我吃一块。别买了，我给你给他，他要不得。我吃一块，哎呀，这块吃吧，一个苹果，你那牙口真好，你吃吧。我也是活呀，那成人家了，你还敢别说？成人家不领啥了，我还说。哦，那就对着人家成吧，是呗？那我对着人家的，我没成，人家没对着，咱俩有话说。啊，这摘的，摘，是呗？嗯，嗯，不能，我还想想，还早一个，早就。就到去了，那个伢等等，那个伢又伢又追上伢不成，伢没对上，那又给他挺好。啊，就是伢，对了，你刚才也找上了。嗯，找啥呢？没有要求，不找那朝尊方一边，这个都是第二，第一个的贤惠。
这都是宁啥人？这上门给对象说对我来着。哎呀，不是的，来来来，吃个不吃汤，这不能再吃了，这不就让那个拿给我拿汤，这还老对的，快吃饭，摘对的，摘对的，得摘出点标准来。哎呀，这又吃汤又吃苹果，谁又把你那个汤挺好吃，切切没有忘了。哎呀，我这边，嗯，是没办法，你看，又吃汤吃苹果。